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之前講完 intro 啦，咁啊，依個咧就會講咧啊，點樣去彈唱呢首歌啊？咁啊，一首好簡單嘅歌，咁我都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去玩嘅。咁啊，一開頭啦，我哋咧試下撳下啲 chord 先 ，C chord。好啦，跟住咧 A minor 啦 ，F、G， 記唔記得呢四個 chord 咧？OK， 咁啊，唔記得嘅話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咧，由零學起咧，應該你係由嗰邊嚟緊嘅喎 ，level one、level two 咁啊，佢依度噶嘛，所以我當你哋識噶啦 ，OK。好啦，咁如果咪睇翻我 playlist 都會有喺度噶啦，或者上翻我哋網站嗰度都會有一個教學咧，你可以由簡單去學起，你就會識到呢四個 chord。好啦，咁依份譜咧，其實你都可以喺我哋嗰度 download 到落嚟嘅。咁我哋一開頭咧，其實可以咧試咗先，每件都有轉 chord 嘅時候彈一下，嚟啦喎，一齊跟住嚟彈下啦喎。我哋可以試下每個兩下，如果大家做到。Armani, la cupenda, la cupenda, vivi。喂，你見到臨尾咧，原來燒到彈四下，因為係一個小節。咁啊，呢首歌其實有咩特別咧？頭先彈緊嗰度，原來咧我哋彈多一下咧就難好多啊，彈一下就簡單好多。因為我哋彈一下嘅時候咧，我哋彈落去嗰下就會唱嘅，譬如啊。Money 咁啊，係咪？但係如果你彈兩下咧，原來嗰啲第二下嘅話咧，全部都係冇嘢唱嘅，聽下咯。雖然啊 Money 有三個字係咪？咁但係個 Money 咧就唔係啱喺第二下彈嗰度喎，睇下咯。啊 Money 係咪啊？啊 Money 個 Money 咧啱住第二下同數第三下中間嗰位要唱落去，會難啲嘅。如果我真係每下數都唱嘅話，首歌變成咁樣，我聽下咯。怪怪地啊，因為咧係有啲長短嘅唱嘅時候，所以要留意啊。我哋試下再唱多次一段，咁大家咧可以咧校慢鏡去試下咧跟住做啦。Armani, la cupenda, la cupenda, vivi。三四耶，咁跟住咧就落去咧中文嘅歌詞啦。咁啊頭先未講完喎，頭先咧依個啊。非洲嗰、那個啊，即係唔係中文啦，我唔知咩文啦，我唔記得咗叫咩文啦。但係咧，我知嘅意思喎。啱啱嘢咧係解和平，而 La Cupenda 咧就係、是、解咧依、這個愛。咁啊 ，La Cupenda Vivi 咧就係我們愛你咁解啦。咁啊，下面有句咧叫 Tuna Tica Vivi 咧，就係代表咧我需要你，我們需要你咁嘅意思。OK， 咁啊嚟咯，跟住我哋咧就落喺啦下邊咧嗰個啊中文歌詞嗰度啦。咁啊睇到啦喎，他。主宰世上一切，他的歌唱出愛，他的真理遍佈這地球。啊，喺度見到四個 chord 啊 ，C G A minor G。我再留意一下，如果大家睇到譜嘅話，原來下邊又係 C G A minor G。跟住去到無助與冰冷的眼睛嗰度咧，又係 C G A minor G。所以其實我哋練好咗依一個啊轉換嘅話咧，我哋連續咧可以彈到咧係十二個 chord 咧。咁我哋咧睇下咧，試下唱下依十二個 chord 先啦，嚟咯。主宰世上一切，他的歌唱出来，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。他怎么一去不返？他可否会感动？风烟掩盖天空与未来，无助与冰冷的眼睛，流离向天际带悲愤。只好手指震到最后，伤痛是移动。我向世界呼叫啊！系啦，咁喺嗰度咧，我向世界呼叫咧，原来好快，同埋系 F 同 G 啊，我弹错咗添。我向世界呼叫，系啦，咁啊呢个要留意啦。咁啊弹一下好地地，大家去跟啦。咁如果我哋真系弹多啲，我哋咧会建议你咧弹四下嘅，因为咧原来咧佢咧系一个小节一个 chord， 就唔同上面咧大部分一个小节两个 chord。咁我哋咧会弹四下啦。咁咧彈試下咧就留意咯，原來好多時咧佢咧就係中間咧第二第三咧都冇歌詞嘅，我哋要等嘅，我試下用拍嚟代表啊 ，OK 嚟咯。他主宰世上一切，他的歌唱出愛，他的眼睛遍佈這地球，係咪啊？我聽下，聽完出現個他字之後，他跟住依兩下冇嘢嘅。主宰世上一
切，一切就第一拍、第二拍啦，但第三拍都係冇嘢嘅，跟住就他的歌唱出愛，他的真理遍佈這地球。所以咧彈四日嘅話咧有啲難度，大家咧要知道依個難度啊。咁跟住點做啊？其實跟住我個片咧不斷練，睇多幾次，等到個 feel 多啲，亦都 share 俾多啲你中意嘅人去聽下啦。咁我而家試下咧要彈四次，我哋彈頭嗰啊由他主宰實現一切，到去到天空與未來啦，大家試下咯喎。好啦。他主宰世上一切，他的歌唱出愛，他的真理遍佈這地球。依個最難的。他怎麼一去不返？他可否會感到風煙掩蓋天空與未來？係啦，依度咧留意啊，遍佈這地球同埋咧天空與未來都幾難。OK， 咁跟住落去下面嗰段咯喎，留意咧無助與冰冷咧都仲係上面個G彈緊嘅。天空與未來，無助與冰冷個助字，無助個助字咧，原來咧係第四拍嚟嘅。OK， 跟住第落去下邊咯，下邊要留意咧，傷痛是兒童嗰個G咧，如果彈四下彈唔到四下彈兩下嘅啫。傷痛是兒童，跟住就 F G 係咩啊？我向世界呼叫。OK， 咁我哋試下呢度喎。無助係 G 最後嗰度啊，無助與冰冷的眼睛，流淚看天際大悲憤，是控訴戰爭到最後，傷痛是兒童。第二下，我向世界呼叫啊，係啦，我而家咧唱低音咗，因為咧，哇，好攰呢首歌。OK， 跟住咧會唱翻去副歌啦，咁啊。希望呢一個教育咧，就係想咧，除咗教大家點彈，因為之前咧喜歡你啊，真的愛你教咗大家點彈噶啦，轉級嗰啲教咗噶啦。呢首歌咧教咗你三樣嘢，第一樣嘢係咩咧？就係話咧，我哋咧如果彈一下嘅話咧，會簡單啲嘅喎。有陣時咧一首歌嚟到咧可以彈一下啦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，啊，如果你想彈多啲咧嘅時候，我哋要留意啦。當我哋又彈又唱，又彈又唱嘅時候咧，我哋要留意咧，其實我哋有陣時咧彈嗰下咧係未必咧會唱歌嘅。咁我哋咧就要留意啲位置。好啦，咁而第三樣嘢，第三樣係咩咧？第三樣嘢咧就係話咧，我哋咧要留意咧，就係話啊，如果我哋去咗下一段又好，下一句都好啦，其實咧一日未出現第二個曲咧，其實嗰啲字咧都仲係屬於咧上面嗰個曲嘅，譬如好似咧無助與冰冷咧就屬於其實上面嗰行個 G 啦，或者上面嗰行個 G 啦，流淚看天就又屬於上面嗰個 C 喎。咁記住大家咧，如果聽唔明我講乜啦，字幕唔夠多嘅時候咧 ，download 呢一份。Armani 嘅譜，咁你就會明白我講乜噶啦，得唔得？咁希望你會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我嘅 IG， 中意我嘅 Facebook 同埋 share 我嘅片啦，拜拜。